太子得知孙灵叔得罪了韩王府，对孙灵叔大发脾气，孙灵叔辩解自己只是一时说漏了嘴，他也不知道新南公主会去告状。太子不听他的辩解，教训了他一番便走了。孙灵叔十分委屈，不知道事情是怎么传到韩王府里去的，侍女猜测是东宫里有韩王妃的人。孙灵叔便栽赃从韩王府出来的冬儿偷了镯子，将冬儿赶走了。韩王气不过，想要再去找一次太子，但韩王妃却不想再争，决定息事宁人。傅柔和盛楚穆终于相见了，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。盛楚穆带着傅柔到郊外游玩，盛楚穆说了自己是被严子方所救，傅柔有些感叹，他们两人差点被严子方所杀，现在他们却救了严子方，缘分这件事真是说不清楚。盛楚穆还说起自己遇到了傅涛的事情，说傅涛在陆云己身边做亲兵。昌国公为了给太子拉拢陆云己，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娶陆盈盈。昌国公的儿子原本和孙灵叔的妹妹孙灵薇定了亲，但现在放弃孙家选择陆家，这让孙灵叔十分不满。但陆盈盈却不愿嫁给昌国公的儿子，他心里早已有了严子方。晚上孙灵叔和太子说起昌国公的事情，挑拨昌国公和太子的关系，太子一听就十分反感，当场就离开去找陈吉下棋了。孙灵叔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一心只觉得太子变心了。司徒尚仪巡视后宫时，得知太子和陈吉深夜了还在下棋，第二天他便去找了太子，提醒太子不要再和陈吉来往。傅柔送绣品时看到陈吉，也提醒陈吉不要再来东宫了。陈吉虽有些不舍，但为了太子和他自己，他决定向太子告辞。太子和陈吉下了最后一盘棋，陈吉便开口告辞，太子心里也明白，陈吉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太上皇突然在花园里滑了一跤，皇后身体不好，无法去大安宫伺候，太子要去大安宫伺候一段时间。太子走后，孙灵叔记恨陈吉，特意点名要陈吉到东宫来唱戏。陈吉腿伤未愈，但孙灵叔就是故意要为难陈吉。陈吉强撑着演完一遍，太子妃又让陈吉再演一遍。陈吉演第二遍时不慎摔下戏台，好在傅柔提早在戏台周围系了红绸，给陈吉缓冲了一下，救了他一命。陈吉也准备不再来东宫。司徒尚仪到了出宫的年纪，正和皇后告别时，孙灵叔来给皇后请安。皇后得知孙灵叔昨天看戏的事情，便教训了他一顿。孙灵叔为了逃脱责任，便故意说是陈吉故意误导太子，还说司徒尚仪早就知道此事。皇后一时气急攻心，说要将陈吉捉回来问罪。司徒尚仪为了太子求情，说太子已经让陈吉离开东宫，现在追责反而会有损太子清誉。皇后怒不可遏，不仅不听，还责罚了司徒尚仪。盛楚穆负责看守长安门户，陆琪打猎晚归，盛楚穆故意为难陆琪，还诋毁陆盈盈。陆琪一时忍不住气，打了盛楚穆，这下给盛楚穆拿到把柄，便让人绑了陆琪，等到明天让皇帝来评理。